大表姐刘雯也有蜡像啦。十日，刘雯蜡像在北京揭幕，一身黑色西装的蜡像君攻击一脸。调皮的刘雯还现场为蜡像搭配项链和耳饰。不过，对一只脚踩高跟鞋摆 pose 的姿势，刘雯说：“要是有第二个蜡像，坐着或躺着就好啦，不会累。”刘雯1988年1月27日出生于中国湖南，标准的辣妹子。在2009年，刘雯作为首个东方模特登上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走秀舞台，她的出色表现很快被发现，并且同年春夏时装秀登上了纽约时装周，取得了27场的秀的好成绩。在2-3月的秋冬时装周上，刘雯更是走遍纽约、伦敦、米兰、巴黎，共演出74场大秀，创造亚洲模特走秀场次纪录。2011年之后，再度入榜男性网站阿斯克们评选出的2012年度全球最美的99人。2014年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模特收入榜中，以$700万与米兰达可儿、凯特莫斯并列第三。在取得成功的同时，自然也是少不了外界的评价，但是对他评价的最多的就是自然、干净、笑容甜美、简单大方的美，是他拥有的引以为傲的资本。